呢一齐喺广州出席一个音乐颁奖礼 ，Joey 同黑勤分别夺得五项大奖，成为大赢家。黑勤开心之余，仲话自己正努力筹备紧全新国语专辑，希望下半年推出同歌迷见面啊！几错样貌满排，几错几错如何叫我又把色假情。现在在香港，其实还内地的很多的地方都在做这一张的专辑，所以，应该下半年了。